丽温5日经传离世，由二姐发出声明证实。现在死因出现逆转，二姐向媒体表示，不是像外界传的那样，遗体将会进行解剖厘清死因。而丽温的富商老公 Bruce 第一时间不在丽温身边，6日却大动作发出讣文，让李斯林接受媒体访问时正式切割 Bruce。 他说讣文是 Bruce 个人行为，原本有建议一起发，但没想到 Bruce 选择卖广告式的形式去发，觉得没有追悼会日期就发出是没有必要的。他说我没有去发，我也不需要去发，因为我不需要去领这些遗产，这不关我的事。还透露了感觉 Blues 想主导这次的追思会，但李斯林也有说，李温生前最爱的就是粉丝，所以会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跟大家说再见。